LeBron 全部的民宿啦，有些没有啦，你是签美金耶，全场站起来尖叫。好啦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讲到的那个票价1000美金买到的 OK 很钱对不对？那边是在转播的湖人，等一下是都会打的，给大家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呢在湖人的球场，就是很靠近的，在这边看我们几乎是全场最靠近的。上面呢就是他们的退休的球衣，全部挂在上面，有 Kobe Bryant、马明伦最新的这些。上面其实啦还有曲棍球的，还有不同的在这边的。刚刚在后面聊天的时候呢，就问到后面的小朋友，他讲 LeBron James 肯定我们知道没有打好吗？然后还有本来有一个巨星是 Luka Doncic 会打，结果他也没有打。然后他讲 Anthony Davis 也是另外一个湖人巨星，脚也不舒服，也可能没有打。像你买这个票整个晚上这样又花了10000块做冤大头。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来看 NBA， 记得啊，来到美国了才决定要不要买，因为你可以前一天才买的，你一定会有票的，因为是二手票来的，所以你一定是吃黄牛票的。各位我是很幸运买到原价的票，结果买到这样贵，但是位置很近哦。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球，是可以在这边吃东西的。刚才迪拉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那边可不可以买到？那边是球员坐的，是买得到的。我上网看过，比较贵啊。比较贵的，也可以坐在 LeBron 隔壁的概念啦。现场会做直播的场景，所以其实是很热闹、很忙的。你看，还有教你的，看到吗？这个拍照的人哦，是从这边上来的，所以有可能你买 courtside 的话呢，就可以拍照。唱国歌的时间，哦哇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哇，前面啦 courtside 可能都坐着一些名人的，因为 courtside 一张票价啦，这一场是2到3万起跳啦，有的要4-5万都有可能的，像湖人特别贵的。We're going to launch our lovely Time to Switch collection in 600 Watson stores in the whole Malaysia。那嘛，室内戴墨镜你会调毛啊？这个造型，我也是以为我可以跟一起。哇，你看，主场就是这样啊，很多嘘声啊。哇，两个没有打的巨星，你看 Luka 这个小肥仔 ，LeBron， 造型上面就赢过这个小肥仔啊，你看。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哦。比较贵的，两边都可以看到球星在你对面，你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这个位置是特别好的。给大家一个 tips， 哪里便宜？这一带都很便宜的，一般是坐在场边那一边的，这边也比较便宜，然后中间就会比较贵，那边也比较便宜的。15号本来没有球打的，现在变成半主力啊。28号日本国籍混血儿，旁边蒋赞树这边哥在跳。哇，上面会播这个影片的哦。第一个把舞蹈的这个文化呢带进 NBA 的是 Lakers 的球队，所以是娱乐化，让 Lakers 特别成功。那球场的数据呢，在这边都可以看到了，全部。前面的饮料是认点的，所以这边就会去审查，像空姐这样子。我们见证到一个万场人恨，全场站起来尖叫哎！Christian Wood, blocked by Wenyan.
Taken now at the buzzer. Got it! Oh no. 如果你买 season ticket， 你会有机会来到中间，然后会有一些奖品啊，这样子。这个简单就是 low 你买的 package。现在趁中场的时间拍个周边。这边有蝴蝶。所以这些是很多是 unique 的商品，这边才有。哦，有 Kobe 的十种。这是十种。$595，我念的签名，戴哥五十都有2000。这个多少啊？哦，$2000哎。有很多名人的签名其实都有，2000多块。史泰龙的，这个我念的球衣，一万多嘛。这个是大罗伯森，也是很出名的名宿。哦，上季签名嘞，8000多。对对对，Michael Jordan跟 Magic Johnson， 三个新签，世界上500个嘛。这副几乎挤满了全部的民宿了，有些没有了，也是签名纪念。哦，这边还有 LeBron 的纪念商品，球员卡，所以很多东西是来到这边才买得到的。还有他上次得那个奖的时候的那个38000分啊，可以买给小孩子的衣服啊，这些球衣啊等等的。对，为什么我知道呢？每一次半场来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没有马上回来。全部在逛街，全部在买东西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哦，因为在外面买的球衣呢，很多是没有这个商标的。看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些有商标，就是比较难买到了，在美国才买得到。我们现在半场回来，然后还要等哨音才可以下去，不然会阻止大家看，影响大家看球。广告 ，Sneaker Camp， 游戏时间。气势上来了，你看，然后全部人哦，一点点就是在那吵乱叫，吵完气氛就在这边。他们家 challenge 这个是可以挑战，能不能站起来了？裁判现在呢就可以看这个重播，决定有没有犯规。最后的时候，关键时刻球队都会用的招数。还会罚球。今天他太牛逼了，还拿37分了。Two, Irving, they're gonna get a shot away. Kleba, Kleba wins the game. Oh, 像 Michael Jordan 这样这个街头艺人，好像看过上网拿球视频，像 Michael Jordan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 Clippers game， 你看外面完全没有人哎，什么档口都没有摆啊！每个人在这里呢，一进来就可以拿到这个玩具，然后我觉得做得很精致、很漂亮一下的。米迪拉也拿了一个，现在在填这个 VIP 的抽奖，看有什么。还有这个 giveaway， 哇，有没有拿到？哇，哈哇伊！啊，你拿到2天夏威夷免费？我们俩看隔壁的，有可能不是真的。要摸到球星的手，那边就有机会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给他们签名也是那边有机会。你很有钱呢，就买那边。
就有机会。这个10,000马币就可以坐到下面了，10,000马币。哇，坐下面有机会跟球星签名拍照嘞！哎呦喂，主办每一个都去签啊，主办都拍照。Gigi, let's go!真的是阿拉丁舞，各位阿拉丁。各位，那边有一个篮球系的 YouTuber， 现在都能找他签名跟拍照。超少人的球场，超少人。同样的场地，接近的位置换成了 Clippers， 只需要1000马币，200美金，和湖人队差了5到10倍。